他们垫球应该就是有这样做，哎，切入底线一定要沉底去接应。野兽第一次的得分机会出现在罚球线上。这种比赛还很难讲哦。我看这颗蔡文成其实要切走，哎，看到队友已经切入，说哎停下来，马上就得到一个机会。Perry Jones 也休息一下，对，换上 Chris Johnson。其实两边教练也在斗智啦，哈，你看谁下我的谁就下，谁上我谁就上，就是每一个人上来的时候都是有针对性的。野兽上个赛季场均10.9分、5篮板以及3助攻，三分球的命中率31%，两分球命中率63%，连续两年是 Plus League 的人气王。哇，这是对方的一个 S 快攻啊！Chris Johnson 的火锅转换一个 N1，周桂宇要站上罚球线，就是要这样。其实你禁区有优势，但你如果把外线打开，你有里有外，对方更难回。阿提诺塞给辛巴，哇 ，Chris Johnson 反应很快。对，野兽 Good pass， 再给中线 J， 阿提诺也出来投三分，但是完全偏掉了。哇，野兽这个。是不是撞到流血了？对，哇哇哇哇，真的是流血，立刻出血，因为头上去应该都是撞到了眼角的位置，那边本来就是皮比较薄。对，有打过球的应该都知道，这个只要轻轻一划哦，可能就是会破。对，两个对撞，对，也不是故意的，因为郭少杰距离野兽位置很近，对，都是要去抢这个篮板。哇。哇头撞头，嗯，哇，哇，